可爱的慈幼同学与志工手语演绎报恩。马来西亚慈济亲生之会在茂奥斯汀国际学校举办感恩音乐会，七所慈济人文学校共襄盛举。钟鼓齐鸣，慈幼和慈少一开场的钟鼓演绎震撼人心。 而戏剧提醒观众要及时行孝，深情投入，演出精湛。这次感恩音乐会除了是要让大家展现才艺、增强自信、促进亲子关系之外，主要也是要为槟城水灾募款。真的感恩我们自己在这个柔佛州没有无灾无难的，我们还有多余的哈，就是能力去帮助其他的各国的。 各州的都是一样，很感恩。同侯来过不容易啦，就一起加油咯！天佑槟城，将您的爱心点滴，汇入我们的竹筒里。志工们手持竹筒向观众默哀，要把爱传送到槟城灾区，抚慰受灾民众的心。 大新闻真善美志工，马来西亚报道。